这款的改一下。嗯，乔乔，来。嗯。什么事儿，二哥？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拿着，给你爸看病用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再说了，我爸的病是场持久战。心意我领了，我会再另想办法的。你听我说，既然你管我叫声哥，那这事儿我就管定了。而且我不能看着你就因为钱你就跟你小五搞得不清不楚的，是不是？你听哥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拿着啊，看病要紧。拿着拿着拿着。谢谢你啊，志军哥，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你这么有本事，还这么善良，没想到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完美的男人。嗨，完美谈不上。谢谢。嗯，忙去吧。那我那揣好啊。那我去忙了。去吧。密码我微信发你。谢谢。